学好，欢迎各位一起来研究西洋音乐史。我们在课前所听到的这段音乐，再一次的是 J.C. Bach， Bach 的小儿子，在伦敦所写的一首钢琴协奏曲。事实上，跟 Handel， 跟将来的 Haydn， 那么 J.C. Bach 呢，在伦敦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羁旅，那么。我们有时候也把它称为所谓的 London Bach。 幼小的 Mozart 在他的小时候呢，有一次这个旅行演奏到伦敦，那么在那里呢受到 J.C. Bach 很大的影响，那么甚至呢把若干首 J.C. Bach 的作品呢直接改写成 Mozart 自己的，等于说是一个习作。那么J.C. Bach 对于整个所谓的古典的风格的一个影响也非常重要。那么在Charles Burney， 大家在这个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位人物 Charles Burney 的这个音乐史的这样的一个叙述中，我们看到他对于J.C. Bach 有极高的这样的一个尊崇。当然我们之所以会用这样的一个图片，更重要的是这幅画是由18世纪可以说是英国最重要的画家 Sir Joshua Reynolds 他所画的。那么无论是Reynolds， 无论是 Burney， 无论是 J.C. Bach， 以及我们将来所要谈到的像 Haydn、 Mozart， 其实都代表着这个时代一个启蒙时期的一个最经典的一个人物。 Charles Burney 呢可以算是奠定了所谓的西洋音乐史最早的著作的最大的一个功臣。我们今天对于西洋尤其是十八世纪的音乐现况最主要的资料来源就是来自于 Charles Burney， 他孜孜不倦地以一种极为科学的方式游历欧洲重要的大城市以及重要的音乐家得来的第一手的一个观察资料。所以呢他可以算是我们音乐史等于说老祖宗应该不为过。那么当然这整个观念所谓的音乐史或者是科学史，对于一切事情用所谓的理性的科学观察，这都是代表着所谓启蒙时期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么绘画中 Charles Burney 在 Reynolds 的这个笔中是一个充满了人的智慧的这样的一个睿智理性的人物，在这个画中呢其实不言而喻。至于我们要继续讲到十八世纪中期以降所谓的管弦乐的音乐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乐种其实是协奏曲。当然协奏曲 Concerto 这个是在前一个时期就已经十分的流行，不论是 Vivaldi、 Corelli 甚至呢 Bach-Handel 都在所谓的 Concerto 这样的乐种中呢注入很大的贡献。当然在所谓的古典时期仍然是极为流行的曲种，其实呢许多重要的音乐家是靠着流行这个所谓的协奏曲来赚钱的。尤其像 Mozart， 他的协奏曲呢可以是他最重要最受欢迎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摇钱树。那么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古典化了的所谓的协奏曲呢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 J.C. Bach。 我们知道他出生的时候 Bach 已经是迟暮之年，那么已经50岁左右。那么当然他活到1782年，所以呢那么主要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那么他从意大利米兰那边起家并改信Catholic 天主教。那么所以有时候我们甚至把这个J.C. Bach 说他是一个所谓的 Catholic Bach， 那么跟他的父兄呢的信仰是有点不一样的。那么到了一七
1862年的时候呢，杰西·巴克呢，他迁往伦敦，在那里呢，从长时间啊，从事作曲，几乎是接续了 Handel 这位日耳曼人，那么在英国的地位，那么继续在英国呢，啊，也做非常类似于 Handel 所做的事情，从事作曲演奏，那么他的歌剧一样上演。那么教学以及艺术经理的工作，所以我们史称呢，杰西·巴赫为 London Bach。 那么 London、这位 London Bach 可以算是最早为钢琴这个相对起来是一个新鲜的乐器写作协奏曲的作曲家。那么我们今天所要将来到了下一个世代，就是 Mozart 时代，那么莫扎几乎把所谓的钢琴协奏曲推到了一个所谓的极致完美的地步，但是呢，他的前面的 pioneer 先锋却要归属在杰西·巴赫的手中。那么他的作品呢，基本上仍然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所谓的 Galant style， Galant 风格，优雅风格。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个对于旋律啊的这样的一个铺陈的能力啊，从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管弦乐的 ritornellos 啊的部分，我们就可以感觉出来。那么从最快速的最激昂的音乐之后，可以很快速的啊不着痕迹的对比出极为优雅的旋律，这样的一个能力其实对于年幼的 Mozart 啊是有极大的影响。其实这样的影响几乎到中期 Mozart 一生都仍然可以显现。那么在 J.C. Bach 的手下，这个协奏曲仍然是前一个世代的所谓的快慢快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但是呢比较看到它的一个着眼的地方，采用所谓的新时代我们之前所说的 Cook 所说的奏鸣曲式的观念如何把一个类似像 rounded binary类似像 rounded binary 环绕二段体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套用在过去所谓的Brooks Concerto 巴洛克协奏曲的这种 ritornello 风格这一点呢需要一些巧思和所谓的折冲混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他的一个手下乃至于将来影响到 Mozart 的所谓的古典协奏曲，他的第一个乐章呢基本上都结合了前一个世代的所谓的 ritornello 和奏鸣曲式的观念而形成。至于怎么样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hybrid 混血的方式，共同具有所谓的 ritornello concerto 和古典的 sonata form 的观念呢，我们用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它的降一大调大键琴或钢琴的和弦乐的协奏曲来作为例子。那么这一个第一乐章注意到它仍然是以第一乐章为例那么其他的乐章其实并不需要是所谓的索纳塔风。那么它本身呢其实是以原来仍然是所谓的以 ritornello 为外框。什么叫 ritornello？ 原来意思就是 little return不断会回来的这样的一个乐段，通常在Vivaldi 的协奏曲之中呢，我们看到会有一个段落由管弦乐合奏的状态出现，那么在一开始出现，然后呢之后呢会夹杂着所谓的独奏乐器的乐段，那么独奏乐器演奏一段了以后呢，然后在这个管弦乐的 ritornello 的乐段呢会以部分或者是全部的方式呢出现，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图。在如果我们以所谓的过去的旧时代的 ritornello concerto 的观念，这一个乐章本身会有 ritornello 这个 episode， 就是由独奏乐器开始比较炫技为主的乐段ritornello episode ritornello episode ritornello episode， 所以整个乐章基本上就是这两个不同与变的，因为每一次独奏乐器进来的时候，它这个 episode 呢它的插入乐段呢都会有不同的炫技展现，所以同的
管弦乐的和变的独奏的交替出现，这样的一个交替制造鲜明的对比。那么下面呢，当然要伴随着所谓的continuo 持续低音不断的驱策整个乐曲的一个进行，那么往往是由极为快速，那么从头到尾呢速度是一致的方式，像火车头往前冲，一直到最后结束。那么这是所谓典型的 ritornello 的架构，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比较看到这样子。但是什么是所谓的奏鸣曲式呢？我们再一次复习一次，奏鸣曲基本上是一个调性计划，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是所谓的城市部。那城市呢，它基本上探索着两个调性区域，主调和它的关系调，可能是属调。那么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在这个主调区有它的所谓的主题，那而在属调区呢，也有一个对比的主题。在结束的时候，我们甚至还会有结束主题。这个呢，我们在Stamitz 的交响曲之中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至于城市部之后，我们看到是所谓的发展再现，利用调性的背离，我们继续的进入所谓属调甚至更远的调性，制造更强烈的张力，乃至于音乐需要完成，需要被所谓的征服，我们最后呢有一个再现的时候呢，原来城市部的素材呢，以原来的调值，原来一级也就是主调的部分呢，全部再现一次，得到呢所有背离的背离原来调性，包括这个属调区域的这些素材呢，都回归到主调，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调性征服的一个效果，这是所谓的奏鸣曲式。那么这两个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在所谓的 sonata form， 它驱策的力量最重要的是靠的调性以及调性背离所制造的张力，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是更大的一个规模，以及它能够有的对比与弹性，最主要在速度上的对比弹性呢，以及节奏上的对比弹性，可能远较所谓的 ritornello 来的 ritornello 形式来的大一点。那么但是这两个要整个如何把它 hybrid 起来，混合起来，得到所谓的杰西·巴克式的协奏曲呢，我们看到它在乐曲的一开始，那么所演出的乐段类似于 Baroque 时期的所谓的 ritornello ritornello 是管弦乐团，这时候独奏者并不参与并不一起在演奏，所以这个时候呢，所以我们又看到一个所谓标准的 ritornello 的一个状态，而且里面所介绍的旋律的素材，不论是所谓的将来的第一主题或者是第二主题结束主题，都是在原调，这符合所谓的 ritornello 形式中的 ritornello， 它基本上在同一个调性来演出。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所谓的独奏进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视为它是一个 episode， 但是这个独奏者所演奏的素材呢，其实不过是再一次的把交响乐团管弦乐团所演奏的 ritornello 部分演奏出来，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素材呢，在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个转调，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个所谓的奏鸣曲式在城市部的地方呢会转调，要转到它的属调区域，制造这样的一个调性背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个时候呢是由独奏者来负责，然后这个时候呢演奏完了以后 ritornello 再进来，这个进来的部分呢往往呢并不需要是完整的 ritornello， 往往只是在它的后半段的部分来进来。那么接下来呢又进入所谓的独奏乐段，独奏乐段所演奏出来的自由转调的部分，很可以是跟所谓的 ritornello concerto 中的任何一个独奏的 episode， 任何独奏的插入乐段，当然这里面呢往往会偶尔会加入所谓的管弦乐团进来。
好，到了最后呢，走到一个等于说调性背离的极致的时候，我们会期待再现，而再现是一个所谓的 ritornello 的回归，好 ，ritornello 回归，这个时候呢，也很可以是，很可以是独奏乐段来演奏啊，这样的情形。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为了要制造所谓的独奏者的一个地位。或者是独唱者的地位，像这样的有独奏者或者独唱者的乐曲，通常在整个音乐快到结束之前，最后一个终止式的时候，会留有段落，也就是整个乐团呢都不演奏了，让独奏者或者是独唱者来演唱花奏炫技的部分，我们叫卡丹萨。这个原来是在歌剧啊，常沿用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种强调独奏者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呢，也放在协奏曲之中啊。这个是在 Brook 时期是没有的。然后呢，接下来最后啊，做一个尾奏。那么尾奏往往只是这个整个 ritornello 的最后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大致上我们这样子来解释如何在杰西·巴克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前一个世代 ritornello 形式和现在这个时代所流行的奏鸣曲式有一个巧妙的结合的一个状况。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实际来听一下这首杰西·巴克的钢琴协奏曲的全部。那么我们来用指标来表达我们乐曲进行的过程。
以上呢就是杰西·巴克的降一大调的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我们看到他巧妙的所谓的把 ritornello 的外框套用在我们所谓的新时代的奏鸣曲式的一个观念，三个独奏的插入乐段分别为城市部、发展部和在线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第一乐章到了最后呢的 ritornello 之前我们看到独奏会有一个即兴的 cadenza 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当然这个在 Bach 的时代是并不写出来的，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即兴的，也就是独奏者自己可以加料的部分。当然到了18世纪的晚期甚至到20世纪的时候，我们越来越看到即便是 cadenza 也是由作曲家自己亲自操刀写下来，那么当然也可以看到一个所谓的演奏者越来越分流的，演奏者和作曲家之间越来越分流的一个现象。所以有些专门的演奏者他其实不见得具有作曲的能力或即兴的能力，所以作曲家呢会必须要写一个花奏的部分让他来写奏啊。这个现象呢当然也很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里程碑划分的这样的一个
过程。那么好，那么我们看到当这样的一个效果在音乐上当有它的约定俗成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语法，整个乐团演奏到最后要做终止式的时候，它演奏在一级的六式和弦。原来在音乐上其实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中的 cadenza， 它原来只是一个终止式的效果。我们在音乐上这样子，好，结束在我们的主和弦上，再要做 bang bang bang， 所以这本身只是一个终止式。那么但是如果我们整个乐团在演奏这个，留有很大的空间让独奏者去即兴的最后导入到，所以中间当乐团演奏到这个所谓的一级的六式和弦的时候就是一个 signal， 就是一个记号，让独奏者好，我现在可以开始随便弹一些所谓的即兴的效果，最后但是不管他要弹到多远多远，最后他一定要来一个，另外很重要的是要正音，然后告诉大家我要结束了，然后这时候整个乐团呢就开始演奏结束的主题这是最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所谓的协奏曲 cadenza 的这样的一个原来的意思。以上呢就是吉希巴赫他在18世纪中期之后呢，对于整个所谓的古典的曲目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在他的协奏曲上，而这样的一个他不论是对于旋律铺陈的方式以及协奏曲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将来都会被莫扎特来沿用。好，那么我们下一节呢就会继续为各位谈到，所以十八世纪晚期的重要的大师，也就完成完美所谓的古典风格的两位人物，分别是 Haydn 与 Mozart。 我们这节就讲到这里。